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奥特曼。今天我们来玩这一款游戏呢，叫做 Staxel 应该是这样念吧？我不知道它的翻译原文叫什么，中文叫什么名字。总而言之呢，这个游戏呢在 Steam 上面发售，然后是目前是在测试版本然后它有简体中文，所以说呢，各位呢可以买来玩看看。它的玩法大概有点像是 Minecraft 加牧场物语，然后它又可以多人连线，这种感觉应该是还蛮适合居家旅行必备有没有？随便乱讲，不要理我啊！好啦，我觉得废话讲太多了，我们直接就先来玩个单人游戏，测试一下这款游戏到底在玩什么啊！我们直接先盖一个新的世界那这个还有创造模式也好屌哦！我们就取一个酷酷的表情。然后这是什么东西？请勿复制。我不懂这什么意思。总而言之呢，直接启动了创造模式，我们先别开，我们先来体验，好不好？以一个新手的莘莘学子的一个态度应该不是念莘莘学子，那应该念莘莘学子管他的什么学子他一进来了之后呢，马上就是一个 Minecraft 风格的一个人物点阵图想当然了，我当然是选男性，可是为什么我选男性之后，他没有，他 skin 居然没有变？现在是测试版本，所以说好像没什么造型之类的。哇，还有分种族哦，妖族、人类，这个是猫族吧？他不给选性别我的名字老头，老头伪娘，装女生，好不好？那我来个白皮肤好了。不是我不想选男生哦，是他不让我选哦。既然是女的，好吧，我们就选猫儿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选猫儿，然后这个动画这两个完全没有屁用，应该是还在开发中。还可以选发型哦，真好可爱，so 卡哇伊，你们觉得那种比较可爱？哇，这么酷哦。我想一下既然是喵喵喵喵的话，哎呦，谁啊？谁走过来靠近我啊？吓死人了！这个也太华丽了吧？其实我还蛮喜欢这个的，这感觉很有层次感。好吧，好吧，这，好吧，这个就是娜娜喵，有没有？其实超级像娜娜喵的，不是我讲，娜娜喵居然变成游戏人物了，酷！你看我选男生还是一个样子啊？有啦，他的前面变得平的，好不好？他前面变得平的，我还以为没变好吧，那他是男生，那我们不要选猫族了，各位，又让各位失望了。好不好？我们选一般人类就好了。好，就这样子，不要再犹豫了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我们选一般人类。眼睛不能选颜色哦。可以耶。那眼睛的颜色的话，就蓝色好了。不要，黑色黑色比较正常一点。好，耶，太棒了，结束。再可以用摇杆玩。旋转，物品呢是 tap。好的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你是新面孔哦，我们这很少有新人呢。安娜不行吗？好了，下一句又见，你一定是老头吧？没有错，我就是老头。怎样？我代表 Staxi 我不会念，我突然忘记了英文怎么念了。的所有人欢迎你。顺便说一下，我是农场粉丝，真的吗？我是来看看你知不知道怎么样照顾一个农场。那个人就是你吗？那个接收农场的人，对，没有错，就是我。是的，太棒了，和我想的一样了。那么你准备好学习更多农场知识吗？好的，我可以带你去村子里逛，然后评估一下你的技能。我们需要让你知道自己该做什么，然后我们就能给予你农场许可证。赞哦，听起来不错吧？完美 ，perfect。正高兴你这么说。首先，我要带你去村庄逛一下。好的。如果迷路了，随时有地图可以查看。跟我来吧，可以把它敲掉吗？我可以开始动了。坐，林北被怕点到啊！可恶，命名表要200块啊，这是钱吗？要离开椅子按 space。嗨，你好，我可以跟你讲话吗？可以，聊天右键。我想起来了，我还没有好好介绍我自己，我是这个小镇的镇长啊，马克。好的，哇，酷酷的，这也太绚丽了吧！爱丽丝，
妹子欸，哇哦，我差点做到你了，你一定是新来的吧？我是爱丽丝，滑板的虫子。哦，滑板和虫子是他的最爱，有空来找我玩。我也有一个虫子，你一定很喜欢。我就不多说是什么了。这种东西，好，不管。不是啊，啊，那个人去哪了 ？Hello， 妹妹，一个人吗？你好啊，我是罗斯玛丽，我想我应该能经常遇见你吧。当然，我长这么帅，是不是？好，你看他这边的招手，完全不太想理他。嗨，你好，瑞安。哇，这个游戏里面好多妹子啊，好开心啊！哇，新的猎物，怎样？你想抓我吗？喵哈哈，我在逗你玩的呢。你看起来一点不像鱼。我是瑞安，在这里捕鱼为生。好哦，你是学钓鱼技能的，我知道了。好，这是什么？切换区域，先别理他好了，以防万一。我们先慢慢来，先跟着导游走。这里是酒馆，在完成了漫长一天的工作之后，来到这里观光是非常棒的哦。卢恩是这里的老板，他非常了解本地的传闻，你可以进去和他谈一谈。好哇、啊，要谈什么？嗨，你好，卢恩，你看起来像是……我突然想到《最后幸存者》里面的男主角，长满了胡子。Hello。我直接站在柜台上面跟他讲话，我好像从来没有看过你，你是镇上的人吗？新人吗？我相信你能很好的融入的这里的。来，这杯算我请，谢谢。哇，元气饮料，就当作是我对你的欢迎。我希望能经常见到你来这里。你是对我有意思啊？顺便一句，虽然这个问题可能有点怪，可是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宠物类型呢？我喜欢狗，抱歉。你真幸运，前几天一个商人来这里，他阿姨的朋友的姐姐的儿子有一个。等你完成农场粉丝的时候，也许可以带一个给你。好啊，谢谢。耶、yeah, ，我这么家到时候有一只狗狗。是哟、哦。哇，准备好了吗？可以，准备好了。嗯，请带路吧。接下来我们要前往超市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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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去超市咯。呜呼。哎、欸，我觉得目前为止，觉得这个画风还蛮不错的哦。其实就点阵图，然后再配上这个农场的一个风格，然后还有一些些微的剧情，我觉得还蛮赞的啊。那左键是可以直接喝哦。哦哦，这个一二三是这样按的哦，了解了。你可以快一点吗？很慢哦。我、哦、看这边还有很奇怪，像机器人的生物。这谁的？这谁的油桶啊？有没有？还蛮美的、啊。Hello， 我来了。超市会出售很多你每天需要用到的物品，比如宠物食品、种子、工具，还有别的日常用品。在你和罗恩忙着聊天的时候，去拜访了一下商人们，他们刚好在城镇广场的另一边。他们不仅可以出售商品，还能从你手上收购物品呢。你只需要把物品放在啊这个售物栏，然后点击它就好了。还给我什么甜菜种子？我们需要前往农场，这样就可以，你就可以使用它们了。现在你可以记一下到农场之间的路。嗯，嗨，你好。我经营本地的商店，我的名字是雷夫。哎，好哇。就算我有时间，我也不确定自己有没有勇气独自闯荡。哇、哦，他这边是要钱，有没有按右键就可以直接拉下来了？是不是？哇塞，这个好有趣哦，真的。哎、欸、啊，你快一点好不好？你快一点好不好？嘿嘿，你看我还可以左右走路，有没有办法第三人称啊？我想看第三人称长什么样子哦。呜呼，呜呼，啊，我要怎么去农场教一下？嗨，爱丽丝，又是你，妹子，捕虫哥哦，捕虫妹，抱歉。哎、欸，我可以拿起来哦。哦，哦，我可以采草哎、欸。哦，我的右键可以采草哎、欸，好酷哦。路边多采采啊，不无小补。我们刚拿到这个什么？这个是树虫啊，这是什么？放置。呵呵呵。哇，我放了之后就不能破坏它了，该死了！嗨，你好，
这就是你的新家，真的假的？一开始你可能会有些困难，不过你很快就很安定下来了。和我们其他人相比，你住的这个房子离村子的这个中心更远了。希望当你的宠物来到时啊，可以让你不会感到太孤单。如果你还是觉得孤单，就顺着路来找我们，我们很欢迎你来聊天。也许我们应该去田里了，来吧。哦，是我家哦，这么酷哦。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哇，这个是蝴蝶啊，做的好好笑啊。这是什么？石头。嗨，你好，你可以除草来啊，开垦你的农地。按住。如果你按住按钮，你就可以蓄力来一次性的开垦。大面积，试试看。我先前给你的种子种下去，如果你把它弄丢了，你可以在商人那再买一些种子。哦，我们现在手上拿锄头嘛，然后要怎么耕种呢？我看一下，不要说是按住是不是？哦哦哦哦哦哦，哦，一次性的好方便哦。啪，死可以呢。再一次，再来，不假，哇！太酷了，太酷了！啊，怎么种？左键啊，有了！只能种一个哦。啊，这个种子只有一个，枉费我这么用力，好吧？干得好！这个有一些小东西是用来庆祝你成功播种啊，真的是好开心啊！酒水壶哦，灌溉。如果你没有每天浇水，它就会枯萎了。好的，啊，枯萎的作物就不会生长。来吧，试试看。好哦，这怎么用？我浇。哦，它有附上一层白色的那个外框，就是有浇过了，而且土壤会变深色的，有没有？你看哦，这边也变深色的，有没有？这就代表着说这个是已经浇过了。好了，看起来你已经掌握使用了呢。没错，来，再给你一份奖励。哦，给我200块，好爽哦！等作物生长起来需要一段时间，其实我们已经有点渴了。他说他有个渴，能不能带着这个清单去罗恩那里，然后帮我带点什么东西回来喝？喝的回来，你去那里看看，或许有什么任务可以给你。我在这里等你回来。就说这基本上就是一个可爱风格、麦块像素的农场物语，外加有任务的。哎呦！这么屌哦，这可以捡起来吗？也可以坐在上面哎。好了，抱歉，我不是故意要耍霸气的。所以我们现在回去找罗恩。完了，这不是有地图吗？哦，看到了。他这个地图，没有，这是一封信，这不是地图。地图在哪里啊？按有没有？有哎。好可爱哦，他的地图好屌哦。哦，那边还会在那边动有没有？然后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一个 P 在一个这个不管了，我们先去找罗恩。我在这里嘛，对，我在这里。罗恩在哪里？绝对难不倒你。好了，他难倒我了。罗恩在哪里？这栋房子里面吗？这里。这是哪？哎呦，吓我一跳。罗恩，我不是要闯空门，对不起，但是我有东西要给你，拿去。你好，老头。你好。那是给我的便条纸嘛？对。所以农场粉丝让你来帮他取一些元气饮料吗？他喝的那个也喝太多了吧？我给你说啊，如果你能帮我做一件小差事，我就会看看我能做些什么。什么叫我就会看看我能做些什么？这样，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啦。订单，好，带给杂货店的雷夫是不是？等了一周了，好吧，看来就是。跑腿小游戏，杂货店在哪儿？来看一下杂货店，罗恩在那里嘛？然后杂货店在这里。哎，我这样还可以动哦，太好了！原来我这样还能动哦，那方便多啦，我就不会迷路了。我以为不能动，说，嗨，你们好，很高兴见到你们，我到了。所以罗恩派人来取他的订单了吗？他也该派人来拿了。不管这是什么东西，它的味道已经开始变得有点怪了。我很高兴能把它拿走。罗恩的包裹，哦，新宠物哦，哦，毕竟这里生活很孤单。你看上去有点疑惑，好，别介意，我有一些东西要给你。食盆跟宠物食品，
你有了宠物的话，拥有这很方便。我们有商店里也有出售许多有用的东西，随意看看货架，你随时都可以买到想要的东西。不过现在嘛，你最好拿着这个包裹赶紧离开这里，我不确定我能忍受它多久。我有宠物了，哦耶！可是我宠物在哪里啊？啊，算了。不过是杂货店大大送的啊，就非常谢谢他啦。感谢大大送我们的饲料，哦，我们到时候就有狗狗可以养了，太棒了。你怎么在这里？你想干什么？我听说有些许地方有流浪猫，如果这里有很多流浪猫的话，啊，难道不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吗？我觉得猫咪身边会更舒服一些。不要，我要狗，你给我滚！抱歉，我是狗派的 ，I'm sorry。啊，这无法抵挡香气啊，你拿到我的包裹了，我都说不出我有多么的期待，是怎样？是日本的那个纳豆吗？这令人欣喜的香味，无可匹敌的味道。你想知道包裹里装什么吗？不想知道。哎呦，鱼哦，哦，鱼腥味啦。我想逗逗雷夫，所以把它放在那边。这件事说到这吧，我想 你一定回去很想回去看宠物了吧？当然，我已经把它送到农场粉丝那边去了。哦，是哦。好，你应该赶紧回去看看你的新伙伴。记住，这里随时欢迎你。通常在傍晚的时候，这里会更热闹。好的，哦，你可能不该晚上那边待太久的，还是回床上睡一觉吧。走，我们找一下农场粉丝。我现在有500块耶！哇，来吧。咦，我的元气饮料呢？你没给我拿来吗？罗温跟你说你需要的东西是这个吗？哦。顺便说一句，这封信是给我的吗？那就给我吧。好吧，他也不用说这个这么直接吧？怎样？告白被拒绝是不是？怎样？他是很难过。嗯，我想也没别的办法了。你很幸运，毕竟我是一个善良的人，否则我会扣住你的宠物作为报复。怎样？是拿不到不爽是吧？哦，他觉得饮料喝太多不想给他是不是？哦，给我狗物命名表哎、欸。我觉得我。应该教会你如何恰当放置宠物屋啊！当放置不对的时候，你要调整。用锤子对我来说很有用，放置宠物使用工具也是一样的方法。如果你按住，就可以把它旋转到你想要的方向。来吧，试试看。放置哦，我觉得把它放在我们家旁边。哎，不要放在这里，它会感觉更安全，好不好？就是这样子。哎，这边可以放吗？好像都可以放的样子哎、欸，可是他怎么跳起来了？哦，旋转是中键啊！等一下，可以用手把它拔起来。对啊，拔起来就好了、啊。来来来，这边是我要的，这边可以直接放了吧？把那个草拔掉啊！走开，可以了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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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感觉到可以。呀、yeah, ，狗狗出来了，它叫什么 ？Baby，Baby， 不能没念。哇，好可爱哦、喔！居然这是马尔济斯吗 ？So kawaii， 来，这个是你的，放这里。这是你的，耶、yeah。然后我们有命名卷，我们可以帮它取名字。我觉得名字我们之后再取好不好？我觉得这个应该要结合观众的意见，好不好？那我觉得我们今天试完差不多到这里结束啦。我不知道怎么存档哎、欸，还是它会自动存档啊？哎、欸，它这个人物设计可以，人物设计可以一直重复使用哎、欸。我现在发现，好不好？如果没有存档就算了，我们到时候再玩到这个进度，再想办法看可不可以存档，好不好？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差不多先到这里，哎、欸，还是说睡觉可以存档？睡觉可以存档吗、哦？我们没有床，也、欸、可以耶。睡觉，搞不好睡觉是存档。哦，还是问他一下。干得好，你确定这角度没问题吗 ？OK， 记住了，如果改变用锤子敲。啊、哦，宠物在你重新摆放之前会被安全的放置别的地方。如果你放置的时候滚动滑鼠，首先会旋转它。知道了。嗯。超市会有些日用品，查看一下。现在你可以放置你之前得到的碗，然后填满它。这个都放了、啊、，OK。还有什么？农作物生长等得好累。他给我什么魔法之水？
我想你一直看着我也一定累了吧？啊，这不是普通的自来水，魔法之水可以让龙珠立即生长。有的商人会出售这个东西，是非常留意，非常稀有。好的，啊，把它倒在植物室看，可以收成了。我不要，因为我现在要结束这一回合了，好不好？那么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啦。啊，如果喜欢这游戏的系列呢，记得啊按赞啊左下角按个赞，让我知道你喜欢这个系列啊。这个赞数越多，下一集出现的越快啊，或是分享出去，以及在下面留言。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啊，记得帮我们这只可爱的狗狗取个名字啊，你希望它叫什么名字呢？到时候我都会拿来做参考依据哦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下一集再见啦，拜拜。